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今天我们接着学习玄门无碍摄因第四条。法性融通，为法界之性圆融通达无碍，然一切事法依性建立，不依真性，性即融通，事业如之，故业业微尘过汉法界。这个给我们说出了事实的真相。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相，这个法相呢，就是我们讲的现象，太多了，无量无边，无尽无数。但是若把它分成三大类，就全就包了，都包含了。这个三大类，第一个精神现象叫法相，第二个是物质现象，第三个是自然现象，这三大类都包括进了，也包括了不同维次空间，那是属于自然现象。法性跟法相是一桩事情。法性是体，法相就是现象。现象从哪里生的呢？是依体而生的。那么体既然是圆融通达无碍，这四相上还会有障碍吗？在理论上讲应该是没有障碍。可是就我们眼前这些事项上来观察呢，它真有障碍。那这障碍从哪里来的呢？这障碍是真是假的呢？佛告诉我们，没有障碍。一切众生所感觉的这个障碍不是真的，是从他的妄想分别执着而生的。换一句话说，是你自己障碍自己。实际上所有的事物真没有障碍。那你要说没有障碍，我们在这个房子里面，隔壁房间为什么我们看不见？这不就障碍了吗？为什么有一道墙挡住，我们就过不去？这不就是障碍了？没错，我们人有执着，它造成障碍了。
啊，那我们看看幽冥界的众生、天道的众生，他对这个没障碍。啊，这个墙各处他进出自如。啊，我们人间这个房，这个障碍，障碍不了他。可什么？他在幽冥界，他自己有障碍。由此可知啊，障碍是出于分别执着。那人要到不分别不执着的时候，有没有障碍？给诸说没有障碍了。即使是暂时的，刹那之间啊，你心里头没有动这个念头，你就发现有奇迹出现啊！这是我们一般人的讲奇迹出现，实际上呢是很平常啊。我们都圆因法师《圆觉经讲义》的序文啊，圆印法师一生呢有两样东西很有价值啊，这两样东西啊是他老人家成熟之后的作品啊，不是年轻时候作品啊，70岁以后，一部是《楞严经讲义》，一部是《圆觉经讲义》啊，最后的一部《圆觉经讲义》。他在讲义里面跟我们讲一个故事啊，这是《圆觉经》序文里头说的啊，决定不是假的啊，老和尚不会造谣生事。有一天他在房间里面啊，在方丈室啊，突然有一桩事情想起来，立刻要去办啊。他从座位起来之后啊，就是走出去了，走出去之后突然想起来，我房间门关的，我好像没有开门呢，怎么就出来了？回头一看，门真的是关的啊，再推就进不去了。这没有障碍啊，这门没有障碍啊。在他那一刹那之间，他没有想到门是关的，他没想到门，他就走出来了啊。第二个念头呢，分别执着念头起来了，就不行了，就进不去了。这就是我们人的意识当中，这是个房子，这是个门，这是个窗。你这样的分别，这样的执着，它就起作用了。啊，所以幽冥界跟天界的时候，他对我们这个没有这个观念，所以他来去自如。他们自己的房子，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啊，鬼那个鬼住的房子，我们走进走出就跟他跟走我们人间一样，没障碍。就你没想到他有障碍吧？啊，真的是人鬼杂居啊，房子重叠在一起啊。哎，他的障碍他过不去，我们的障碍我们过不去。啊，我们障碍他能过去，他们的障碍我们无碍。这不就是说明吗？障碍从哪里来？分别执着而来的。啊，没有分别执着，障碍就没有了。啊，这种在佛法里面叫神足通。啊，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
什么人证得了呢？三果罗汉啊，我们知道罗汉有四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三果罗汉没障碍了啊，所以这个能力叫神足通。啊，那么由此可知，三国圣人对于执着放下不少了。啊，还有一些。啊，那个再放下呢，他就证四国阿罗汉了。啊，三国是叫阿那含，四国叫阿罗汉。啊，他还差一点点。啊，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就没有障碍了，啊，那菩萨就更不必说了，菩萨所证的超过阿罗汉，啊，天人没有障碍，我们理解，我们能理解，啊，所以确确实实啊，没无障碍。啊，我们如果把这个分别执着淡化了，啊，当然叫你不执着，这不可能的事情。你要看得淡，啊，不要过分，啊，先淡化，慢慢就能把它断掉。烦恼减一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增加一分，就这么个道理。烦恼减两分，到极乐世界品位就加两分，有大利益了。啊，如果你真的把执着放下了，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在同居土，是在方便土的上辈往生。啊，如果能不执着了，啊，于一切法都不执着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生十宝庄严土，啊，不再方便有余土。所以你就想到这个放下对我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啊，放下不是事上的放下。啊，为什么呢？做事没有障碍嘛。离事无碍，事事无碍嘛。障碍是你的错误的念头，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这是错误的念头，啊，与做事不相干，啊，真的是意念主宰一切，啊，你看看，你有这种分别执着。一天要吃三顿饭，一顿不吃就饿得慌。这执着啊！如果你一天吃一餐呢，你就没有想到还有什么早饭、晚饭，没有了，饿不饿呢？不饿啊，这没这个念头啊！啊，佛经上说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啊，我们也看到，啊，这是最近看到的新闻，好像是一个印度人，啊，听说有六七十年没吃东西，没喝水，他也没有大小便，哎，人活得很正常。可不可能？可能。
为什么可能？法性融通嘛，性相不妨碍啊。他为什么能做到呢？他没这个念头。这个在我们现在讲的，他清净心现前。佛对我们六道凡夫了解得很清楚，叫你完全不成也做不到啊！所以佛给我们示现的一禅，佛当年在世，一禅就每一天吃一禅，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一餐够不够？够了。我们现在够不够？不够。你们决定不够。为什么原因呢？你们消耗能量太多了，必须要补充。消耗能量最多的是什么？不是劳心，也不是劳力。是妄念呐！妄念消耗能量最多。我早年那时候二十几岁，学了佛了。我就练习。晚餐这一段呢断掉。我的方法呢是减食。一天减一点，一天减一点。大概两个多月，晚上东西就断掉了。是慢慢减。就变成习惯了，省很多事，省很多时间呐。我是31岁，跟李老师，跟李炳南老居士。知道李老师日中一时。好像在他中住了一段时期之后，我就跟他学习。我把早餐这一段也断掉了。不难。我一吃一餐的时候，吃到第8个月，我才告诉他，我说老师，我已经吃一天吃一餐了。他多久了？说8个月了。怎么样啊？说很正常啊，桌子一拍，永远保持下去。简单的生活可以不求人了。中国古人讲啊，人到无求品自高啊。我们生活简单，需要量很少。可是我的一餐跟他一餐比呢，他吃的比我少。他是山东人，喜欢吃面食。告诉我，印光大师也是如此。你看文钞里面讲。面食的营养比米饭营养高。吃午日中一食最好是用面食。这印光大师讲的有道理。
啊，所以李老师是这个日常生活都是面食，非常简单。啊，都是在意念呢、啊。你有这个念头，就问题就出现了。那么我出家之后受戒，啊，受戒好像是一个月，而且一个月零三天嘛，在戒坛。很多这个同学啊，要发心呢、啊、吃素。受戒很累呀、啊，课程很多啊，要操心劳力了。我在受戒的时候完全开源，吃三餐。为什么呢？需要体力来应付这个佛事啊，这个三十三天的佛事啊，所以我不干。我看他们出发心，根本没有基础嘛。吃的不到两天就饿得不能动了，至少要再吃东西。我说那何必呢？啊，我说我吃这么久了，哎、啊，我遇到这个事情我不干。啊，我说这个是我的开源，啊，所以这一切事情啊，要看状况，啊，状况许可，生活正常，我们过正常生活。生活不正常，那我们有变通的办法啊！不要固执，固执就错了啊！所以这个事出事发都告诉我们，通权达变啊！在有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懂得啊，怎样来处理啊？你这个身体精神不好啊，你在这一个月当中密集的课程。你怎么样学习？啊，学佛，老师常常告诉我们，学佛是学智慧呀，不是学迷惑。啊，佛法讲得很清楚啊，特别是大乘法，法无定法。啊，我们读这个真的是了解法，你看第二段讲的法无定心啊，啊，心性是变，从缘而生，哪有定法啊？修行的目标这个不能不知道啊，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这个经题上说得清清楚楚，清净平等觉，这是目标啊！啊，这个戒律持得很好，啊，好像每一条啊，都做到了，都没有犯了，心不清净，有没有？没有。啊，戒律清净啊，我见过几个持戒很严啊，可是功高我慢，瞧不起别人啊，认为什么呢？他戒律很清净，你看别人都没持戒啊，都不如他，起功高我慢的心，错了啊，形式上这个戒律，那在四项上讲，应戒得定，持戒的目的是什么？持戒目的是得定，你功高我慢，你得不到定啊，啊，你心不清净啊，啊，修定是为什么？修定是开智慧，啊，定生慧也，啊，智慧没有开。那个定就白修了，戒持了，得不到定啊，这个戒没有效果啊，
所以一定要知道，我修这门东西目的何在？啊，持戒是得清净心，清净心就是定。啊，清净心在我们这个经题上，是为了得平等心。啊，平等比清净更难。平等心得到了，就能开智慧。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经上这个三个修行的标准，啊，清净心是阿罗汉，辟支佛；平等心是菩萨，觉是诸佛如来。啊，总的原则，总的纲领，那就是放下。这不放下不行啊！啊，修行无论修哪个法门，修得再好，稍稍有一点傲慢就完了。为什么呢？他修行所得的是烦恼，他不是三昧。啊，三昧是清净心，他不是三昧，他不是智慧。啊，他生烦恼了。啊，自以为很高了，高人一等，别人都不如我。啊，傲慢心升起来了。啊，这个错了。啊，这种修行方法呢，那就是今天所讲的，他搞的是佛学，他不是学佛。啊，学得不错。啊，也能讲得天花乱坠。啊，甚至于著作等身，啊，烦恼习气一点都没改，这是佛学。啊，学佛的人跟这个不一样，啊，学佛也是要转烦恼为菩提。啊，你怎么转不过来呢？啊，放下就转过来了。那么这个法性融通啊，这一段在今天量子力学里面有讲到，但是它不是讲法性融通，意思完全一样。啊，量子力学他们观察得到了科学的证据，啊，那就是物质现象是假的，不是真的。啊，物质是什么呢？物质就是量子。啊，量子是小光子，叫量子群，那就不是一个小光子。啊，许许多多的小光子累积在一起，连续产生的一个幻象，这物质啊，所以这些科学家说啊，无论什么样的物质，都可以把它回归到光子啊，光子就是波动的现象。所以它不是真的，啊，物质现象是个假的，啊，那个波动现象，他说那是真的，啊，波动现象是波动现象是无明啊，无明就是波动啊，啊，他能发现到。这一个现象真的不简单的啊，这种极其微细的波动是佛法里面讲的
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叫无明现象。啊，这刚刚发现，啊，那没有佛经上讲的这么透彻，啊，讲的这么圆满。啊，这里举个例子，夜夜未成过寒法界，啊，这个我们在前面学过很多了。啊，夜未成，闲守过思，在望境还原观，啊，望境还原观是他写的，用现在的话说，是一篇论文。啊，这个论文不很长，啊，里面只有六大段，啊，前面三段是跟我们讲宇宙的缘起，他举例子也是举一尘，这个一尘很像现在量子力学科学家，啊，我们叫量子科学家所说的一个小光子，这是现在所讲物质里面最小的，啊，这个小光子，它的生灭的速度非常快。啊，我们佛经里面，弥勒菩萨告诉我们，啊，这个一微尘，它存在的时间多久呢？啊，现在我们计算时间的单位是用秒，啊，那一秒钟，这个小光子振动多少次？啊，振动就是生命，一个振动就是一个生命。啊，要依照经上所讲的，是一万六千兆个生命，啊，一万六千，单位是兆。我们无法想象啊，你就想的时候，那要多少个这个小光子累积起来，我们才能够看到它。那多少吧？啊，总的是看一个小东西，肉眼能看见的，至少是上亿兆啊！啊，累积在一点上，啊，我们才发现，哎，肉眼看到了。看到了物质现象啊，啊，频率慢的就变成物质，频率快的就变成精神现象。啊，那么更快的，自然界的现象。啊，像日月星辰，他们所放的光芒，啊，这是频率很快的，啊，所以这无量无边的现象啊，都是波动频率不相同
所产生的。故夜夜微尘呢，过寒法界，这是讲圆融无碍。法界是大宇宙啊，微尘是小宇宙啊，是宇宙里头最小的。我们想一个单位也，这一粒微尘里面有整个宇宙的现象在里头，不单讲信息现象在里头。这个东西现在科学进步，在我们学习佛法帮了很多忙。这个大的能缩小在那一点吗？现在我们看到了你看现在用的数码晶片这个晶片大概小指甲这么大，可能还没有，就小指甲的四分之一的样子。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晶片你看这里面储存了多少信息我们用数码的照相机，你看在外面照了多少那个晶片就一点点大，没有这个指甲这么大。如果我们把这个储存这个照片把它放大打在荧幕上，不就跟外面境界一样吗？所以一微尘里头有世界呀，咱们科学要跟佛法比差远了佛法一微尘那么一点点的时候，里面有整个宇宙这我们科技还没做到有人送我一套四库全书光碟一部四库全书可不得了这么厚，像大藏经那个本子1500本浓缩成多少光碟呢？十几片光碟十几片光碟了，一手就拿走了那这一部四库全书要放在我们这个摄影棚里面放不下了居然十几张光碟就全部容纳了，包在里面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但是佛法告诉我们，一微尘里头有虚空法界那比我们今天科学技术高明太多了，这个科学技术发明比不上自信本来具足的这一些现象所以印度不搞科学技术为什么？他们认为禅定超过了科学技术禅定的受用超过现在科学那不晓得多少倍而且科学还有副作用，还有错误发生禅定决定没这种现象，没有副作用从禅定里面开悟了开悟之后不仅仅是无所不知后头还有一句话了，无所不能
啊，能够突破空间维次了，距离没有了。啊，同学当中有许多是从语言道而来的。啊，你们需要交通工具啊。啊，飞机、轮船、火车。啊，需要这些个交通工具，还得源头奔波，相当辛苦啊！啊，才能到此地。如果你有了神足通了，空间没有了，你念头才一想啊，你已经在这里现身了，那个速度多快啊！啊，这个身相在那个条灭了，这里现前啊，几乎同时就到了，那个地方身体不见了，这个地方真出现了，没有距离，就在当下，没有先后。就在此时，你问什么道理？法心融通，就这个道理。啊，它是圆融，它是通达无碍的。啊，经云，《华严经》上佛说的：“华藏世界所有尘，一一尘中见法界。”啊。每一粒微尘里面，你都见到圆满的法界啊！所以真的是一皆一切，一切皆一啊！一微尘就是变法界虚空界啊，粒粒微尘都是变法界虚空界啊！在华严经上，我们读到，谁能够到？微尘世界里面去参访佛菩萨的道场啊，听经闻法，经上说普贤菩萨我们听到这一句话很兴奋的，很欢喜啊！为什么？修净土法门的人啊，一心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这个人就是普贤菩萨啊。所以，我们修这个法门，不是修其他的，是修普贤行啊。你看，《无量寿经》。啊，第二品，得尊普贤。啊，在看《华严经》幕后，普贤菩萨是这个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普贤行呐、啊。啊，修净土的是修普贤行呐、啊。啊，那这个消息是明确地告诉我们，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人人都能入微尘法界。啊，所以我们今天拜佛，最后一拜啊，是拜十方刹土啊，微尘法界。啊，这个礼拜恭敬呢，才真正叫圆满。啊，十方刹土，今天科学里面讲宏观世界、大世界，微尘法界，这是微观世界，啊，
今天科学家量子力学就是微观发现啊，每一个微尘里头有圆满的世界，发现融通。我们看下面第五段，如梦幻，啊，如幻梦，幻者又如幻思，能以一物为种种物，幻种种物而为一物。啊，这个幻，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魔术，幻思就是魔术思。啊，魔术思所变的，啊，这些把戏。我想很多同学都看见都见过。啊，尤其这个媒体发达之后，在电视上我们常常看到这种镜头。啊，那么他能够啊以不一样的东西变的，我们都知道那是假的，啊，他的手法很快，我们看不出他的破绽，啊，那么也有少数魔术师，啊，变换之后啊，哎，他就把怎么变的告诉我们，啊，我们才恍然大悟，啊，才晓得全是假的。梦者呢，如一梦中所见广大事业，自谓历史久远。啊，这是讲做梦。啊，梦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啊，其实做梦的时间很短暂，但是在梦中感觉的时间很长。啊，中国古人有一篇文章《黄粱梦》啊，这一篇文章过去曾经在初中国文课本里面有啊，我们以前读书读过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内容大致是写了一个秀才，哎呀，妄想很多，啊，旅行在路上，大概走得累了，在一个小庙里面休息。啊，这是个道教，有个道士。啊，道士在打坐，旁边煮了，他煮东西，啊，吃的东西就是高粱米，啊，黄粱、高粱米、小米，啊，那些煮小米很快呀，啊，他就在那旁边打瞌睡，啊，做梦当中很得意，啊，他就赶考。考取了举人，啊，过了几年又考取进士，啊，中了状元，以后做了官，这地方官节节高升，啊，这几十年之后啊，做了宰相，啊，很得意，啊，与他有恩的人都报了恩，啊，与他有过的人的时候，他也报了仇，哈哈，啊，到一辈子。这个告老还乡的时候，啊，几十年了，这一觉醒来的时候，那个老道眼睛这个睁开了，问他：“你还得意吗？”老道全看到了，啊，全看到了，高粱米还没煮熟，
啊，他在梦中已经过了五六十年了。那是黄粱一梦啊，哎，确实，人生也如是啊，人生几十年呢，实在讲非常短暂。啊，一瞬之间呢就过去了。啊，这是确确实实，这个现实的环境的真相不能不认识。啊，经云：如人睡梦中，造作种种事，虽经一千岁也，亦一夜未终尽。啊，人在睡梦当中，梦中的造作，啊，梦中的状况，啊，造再大的事业，啊，像黄粱梦所举出来，做到了宰相啊，啊。这最后导致是一生一帆风顺的告老还乡啊，时间是极其短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在金刚经上读的人多啊，《金刚经》末后有首偈子，佛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能这样的看法的时候，那就是佛菩萨的看法。叫什么？正知正见呢？啊，我们在这个人世间，上了年岁的人，感触不一样啊。年轻的时候，十年，好像很长啊。哦，十年是很长的时间了。啊，到晚年之后啊，想想十年太快了，怎么一下就过去了？所以时间的长短是不是一定的？不一定呢，随着每个人的感触不相同。啊，小孩感觉时间最长，哎呀，过个年要等好久好久。啊，现在的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达，啊，一般人都富裕了。这个感触啊，不像从前。从前农业的社会，好像速度非常之慢。啊，那跟现在不能比，这感触当中啊，啊，什么都慢。啊，出外旅行是走路。一天能走多少里啊？啊，早晨清早起来，啊，4、5点钟上路，大概到晚上10点钟到达，120里，华里120里，现在呢，60公里，走得很辛苦啊！啊，抗战期间。这我们都走过的
抗战八年，我记得我走了十个省，大江南北走了十个省呢，每一天最少走60里，那比较轻松，有时候要走120里。那就相当辛苦。完全靠徒步，我们知道这种辛苦啊。你看现在，120里，这是60公里，汽车半个小时。就到达了。步调太快了，人情味没有了。以前人情味好浓啊，陌生人根本不认识。我们在抗战期间，流亡学生，走了几天。无论遇到人家，想在人家那里住一晚上，热烈地招待你呀！我们感恩感谢。那个时候没有旅馆了，没有饭店了，你自己的找住的地方，找吃的地方，只有城市里面。才有客栈，这旅馆饭店，农村里头没有，小镇里头都没有。那么现在回忆过去，几十年真的是一弹指，确实如梦如幻。佛告诉我们，这些事用意是告诉我们要觉悟。事实真的就像梦幻泡影一样。明白了，你就放下了。明白了之后啊，要找什么呢？要找追求永恒，有为法都是生灭法，全是梦幻泡影。永恒是自信，法性是永恒的，法相是无常。这个要知道。现在我们总算是找到一个具体的了。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不是真正永恒的呢？不是的。因为它也是现象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在经典上没有说极乐世界例外，没说这句话。也没有讲华藏世界例外。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是梦幻泡影。但是，在极乐世界可以证得永恒。真的，阿弥陀佛保证你能真的。那这就是无比的殊胜了。永恒是常寂光。到极乐世界，人人都能证得常寂光。
真的叫我们回归自性。回归自性就是成就圆满的佛果。如影像，为一切法从心所现，而能含明了性，又如明镜，个个互现诸法影像也。这里举的例子很好，像镜子一样。举的比喻像镜子，为什么？从心所现。心由见闻觉知，这是自性本来有的，自性，所以见闻觉知没有生灭，这是真正的心得了。迷了之后啊，就不叫见闻觉知了，叫受想行识。他变成阿赖耶了吗？你看阿赖耶，前五识眼耳鼻舌身，受，他有感受。想，第六识。第六识是想，行是第七识，行是执着。阿赖耶是识，识是含藏种子，就像仓库一样。无量界来你所造的这个业习，都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是资料库啊，是仓库啊。无论你起心动念是善是恶，你言语造作全部记录在那里头，那是档案。虽然年代久了，这过去又过去时干的事情。现在也记不起来了。为什么催眠能说出过去式？阿赖耶里头有种子，在催眠的时候让你起现行。他还在。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看到美国卫斯博士的报告。他出了四本书。曾经有一个人催眠，回忆到80几世之前。时间呢，差不多4000多年。那个时候住在山洞洞穴里头。问他那个时候生活状况。他都能说出来。这是什么识的作用。就是你不会忘记，它都在那里。这些档案资料都可以能调出来。催眠能调出来，那么你就想想禅定的力量更殊胜了。禅定能够突破时空的维持。在这个地方，现在科学里面讲遥视，就是遥远。有禅定的功夫。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美国，可以看到欧洲，
那边人在干什么事情，你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在讲些什么，听得清清楚楚，就天眼天耳。这个时空突破了。你要想到达那个地方，不需要交通工具，念头才起，人已经到达了。这个叫世事无碍。所以为什么能见？为什么能听？为什么能明了？是自信里面。见闻觉知，它在起作用。六道凡夫迷，迷了的时候，见闻觉知变成受想行识。所以心这心里面自自然然有精神这一部分。而且自性里头有圆满的智慧，佛给我们讲了三类，智慧、德，这个见闻觉知是德，相好，相好，它能够现出物质的世界。所以物质世界的体是自性，自性变成了物质现象，怎么会变成物质现象？今天科学家给我们解释了，这个波动的现象我们能理解。早年学佛老师也讲到这个一念不觉，一念不觉是微细的波动，我们能理解。但是微细到什么程度不知道。实在讲那个时候的理解很模糊。不清楚。看到科学家这些报告，我们懂得了，逐渐逐渐的明白了，清楚了，才知道波动频率不一样，由于它的累积，连续的这种现象，里面出现了物质现象，物质现象实际上是意识的累积，就是念头，不能说念头里头没有物质，念头里头有，虽有，我们肉眼看不见，显微镜也看不见，一直到最近，科学家才发现，才把这个现象说出来了，跟佛经上讲的非常接近。用它来解释佛经，我们就清楚了。所以有见闻觉知，见闻觉知就像明镜一样，个个互现诸法影响，个个互现。我们用法相中的解释就清楚了。我们人能看到眼，能看到外面境界。
这个眼睛就像照相机一样，只管照见，他不知道。啊，谁知道呢？第六意识知道。第六处分别吗？啊，要是没有眼睛，第六意识也不知道。第六意识怎么知道的呢？第六意识是从眼识，啊，眼识有相分，它照的时候有相分，就像我们照相机有底片。第六意识是看这个底片知道的。第六意识能不能接触外面？不能，它必须要通过眼，它才能见；通过耳，它才能听。啊，没有前面这个前五识，它不起作用。啊，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的，啊，播出电视的画面是摄影头摄摄的，那我们的眼睛就好像第六识，我们看这个画面，我们没有看到现场。啊，现场永远看不到的。啊，现场是什么？现场是阿赖耶识的现场。啊，到什么时候能见现场呢？转世成智就看到现场了。啊，那我们要执着。啊，我们看到之后，分别之后，起个念头，我想控制它，我想占有它，这不是第六意识，这第七识。第七识怎么知道的？第七识看第六意识传过来的这个信息。境界相啊，好像传播的又隔了一层了啊。他从第六识的相分见到第六识相分，动了这个念头要控制啊，然后他把这个意念传给前五识啊，传给前五识，前五识执行啊，啊，听他的命令，想什么方法来去控制啊，啊，去占有啊，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啊，啊，81个心所，那51个心所就等于是他们的干部啊，听他们命令行事的啊，这80是领导人。啊，信息是从眼耳鼻舌身收集的啊，这些在外面收集啊，啊，收集它里头有相分的 啊一层一层的，个个互相诸法影响啊，啊，所以说唯识。哎呀，讲的是非常之细啊！唯识是佛经里面的心理学啊。你要看了唯识的经论，这个大学里面的心理学系的那些讲的东西，你就不消一看了，你决定看不下去啊！佛经讲心理讲的唯识，讲的太好了。啊，你明了之后全是幻象啊！啊，佛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的影响泡影这项非常微细，知道之后才晓得。
原来我们建设文身是有这样复杂的一个城市，绝对不是简单的。啊，眼能见，不能分别，不能执着。啊，所以见色闻声，谁分别呢？第六意识。谁执着呢？摩那识，这第七识。啊，谁负责记忆呢？啊，把东西记住，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是资料识，通储藏在里头。啊，你要把它调出来，它的速度很快。啊，你比如我们见到这个人，啊，第二次见到，为什么还是他呢？里头有档案，阿赖也是有档案。啊，这边见到了，那一边档案就是对照一下，哎，是他，没错。啊，很复杂了，程序很复杂了。但是速度太快了，啊，速度快得惊人。啊，这讲到佛教心理学，啊，法相是讲心理学。经云：缘尽缘啊，缘无尽无，虽皆影像，影不随无啊，而有缘尽。啊，确实啊，啊，我们对于所有物象有远距离的，有近在眼前的，啊，就像照相机一样，镜头一打开，远近通通照进去了。啊，言不随无。物是外面的物象，影是你照下来的，啊，有没有水不水，跟它不相关，啊，可是你在你画面里面也能看到远近，啊，你有这个感触，啊，这个感触是妄念。也都不是真实的，啊！佛给我们说这些现象，只有一个目的：你了解之后，你自然会放下了。啊，真正觉悟的不用妄心了，妄心是什么？分别执着是妄心。啊，起心动念也是妄心，那个太难了。啊，不起心不动念，非常非常之难。啊，那是化身菩萨才证得。啊，在十法界里面，都是用的意识心。啊，四圣法界用的证，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为什么用的正呢？就是老实听话，听佛菩萨的话，啊，完全依教修行，这就是用的正。啊，经典里面跟我们所讲的理论，正知正见，戒律里面跟我们定的那些条律，那是正行，啊。正语正行，啊，教我们不妄语，不念舌，不绮语，不恶口，这个是正语。啊，正行，不杀生，不偷盗，不邪行，不贪，不嗔，不痴，正行。
啊，这个十条都能做到，做到圆满，给诸位说就成佛了。啊，纲领只有十句，十句里头，每一句里面都含摄其他的九句。就变成一百句了。一百句里面每一句又含包含其他的九十九句。就跟前面讲的一微尘里头有法界，重重无尽的，所以菩萨的细心有八万四千了。八万四千从哪里来的？就十善业。十善业一展开，八万四千细心啊，那就圆满了。啊，我们现在开始修，就修十条。啊，十条修好的时候，就发展成一百条，每一条里头都有十条。重重无尽呢，啊，只有八万四千不止。佛讲到八万四千，后头不讲，你自己就知道了。重重无尽呢，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弟子规》113桩事情。是不是只有一百一十三章？不止，每一桩事情里面都有一百一十三章。你明白这个道理，在这上下功夫，你才能成为圣人啊，如果你只知道这一百一十三桩，不能在这一桩事情里面呢，把它展开。啊，活活泼泼应用在生活当中，那你没智慧。哎，你在这个社会勉勉强强说，哎，你是个好人，这不是君子。君子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跟你说一桩，一桩里面就懂得十桩。啊，那是君子啊，贤人更了不起了，这圣人才圆满呢。啊，这是我们看古圣先贤，看佛说法，看祖师大德讲经。啊，你看人家那些注解，很简单的，点到为止。啊，可是在现在人不行，古人那种点到为止，我们看不懂，不知道他说什么，一定要啰嗦，一定要细说。啊，佛陀在世的时候有没有需要去讲？你不需要讲啊，那个经上记的就是佛讲的，还用得着解释吗？哈，所以听众一听全明白了。啊，可见的这个根性呢，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什么原因？社会是一代比一代复杂啊，这是现在人讲进步啊，啊，一代比一代进步啊，进步太快了，人头脑都糊涂了，
从前不进步的时候头脑清醒呢、为什么呢？他没那么多拉杂东西、现在你说头脑装多少啊？每天看电视看网络，看报纸，看杂志，你看那个头脑多复杂。在过去社会里全没有我们是乡下人呢，生长在乡村呢，乡下人只知道什么？真的古人家的日出而作，日没而息，问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头脑很单纯，所以人很老实读书人讲的话都相信对读书人非常尊重学过圣贤之道士农工商无形当中形成了阶级读书人虽然物质环境很贫乏穷秀才但是很有地位在社会上大家都对他非常尊重听他的所有争论在以前没有警察了也没有这些法官了农村里面有争执发生问题怎么找个念书人评评理他说了算没有人不服的这社会才能安定天下太平现在知识爆炸天下大乱我们细心去回顾冷静的观察你全看到了再看底下一段第七因无限为往昔因中称法界性修无量殊胜之因故今得果妙用无边这个因不是别的因是讲你修行的因我们今天遇到佛法遇到之后能生欢喜心能发心学习锲而不舍过去的因后不是一生一世叫往昔因中你所修学的都称法界性圣贤的教诲佛菩萨的开示都是从性德里面流出来的佛菩萨讲经完全是从自信当中流出来的这个意思一般人很难懂我们现在人跟人谈话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不是从自信法界性是自信不是从自信从哪里呢从意识意识什么呢我们去思考这该怎么想讲该怎么做都通过思考思考是第六意识第七识第七是执着与我有没有利益这是第七识
啊，所以他不称性啊。啊，称性的人，起心动念没有自己就称性了，有自己就不称性了。为什么呢？莫那什在里头。啊，他在里面做障碍呀、啊。没有莫那什，那起心动念是大公无私啊。他为一切众生去想啊，为一切众生去做啊，绝对没有自己丝毫利益在里头。啊，有自己丝毫利益在里面，夹杂着莫那什。啊，这个就是从性识，从这个识啊情识里面生出来的。啊，我们从情识就是阿赖耶识里头生出妄心，不是真心。啊，真心是自信。啊，是修无量殊胜之因。啊，生生世世。啊，任何一个成佛的不是一生成就的。啊，慧能大师一生怎么那么轻而易举啊，几句话之下就能大彻大悟，就明心见性了。什么原因？过去生生世世修的多啊。这一世他成熟了。啊，就像花果啊，我们在这个果园里面哦，看到这个果实熟了，啊，长熟了，你才去采它，啊，没熟的，你说再过几天，等它熟了，你再采它，啊，都要通过时间呢，无量因缘呢，啊，我们看到会它成熟。这不稀奇呀、啊！那我们还要通过多生多世，也会像慧能大师一样出现了。啊，但是我们不要走那个弯路，那个真是弯路，那不是直路。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是直路，这绝不走弯路。啊，无论过去生中我们修的因啊，是浅还是深，都不要去管它。啊，碰到净土，抓住这个法门，啊，就是抓住阿弥陀佛，最要紧。啊，知道这些世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不是真的，你就不要再想他了，不要再执着他了。有很好，没有也很好，你就得大自在了。啊，丢掉了，别人用好啊，那东西总得有人用嘛，他用我用不是一样的吗？何必一定要我执着呢？你的心量就脱开了。啊，如果这些理事你不搞清楚不搞明白，很不容易放下。清楚明白了，哎呀，放下太简单了。哎，现在我们晓得最要紧的没有别的啊，救地球重要，往生比救地球还重要。哎，应该是把往生摆在第一，救地球摆在第二。对了，啊，救度一些苦难众生。啊，我们自己救不了自己，还能救人吗？自己怎么救自己呢？
只要心里头有阿弥陀佛，啊，口里头有阿弥陀佛，口不重要，心都重要，真有阿弥陀佛就救了。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啊，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放下，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然后我们才真正能做到随缘妙用。啊，随缘妙用，随缘不变呐。啊，能随一切众生缘，不变的是什么？阿弥陀佛，如如不动。啊，心里只有阿弥陀佛，其他东西装不进去。啊，这叫随缘妙用。啊，唯一有则，那就是我们今天学《六华经》，唯一有则，做给别人看的，希望大家了回头是岸。啊，从哪里回头啊？从迷惑颠倒回头，从错误回头。转恶为善，转迷为悟，我们做给他看。啊，做的方法没有别的，只要把《弟子规》做出来了，《感应篇》做出来了，就是好榜样，就能够救这个社会，啊，救这些苦难众生，就能够拯救地球。啊，六合敬里面，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那是要做出样子出来的。啊，这三条就是四德里头所讲的唯一有则。啊，我们身体怎么走？啊，随时随地养成这个习惯。啊，真正的、真诚的热爱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照顾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啊，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在帮助一切众生。啊，没有为自己，啊，为自己这一念真诚心呢，随时可以往生了。啊，因为你对世间没留念，就随时能往生。啊，过念佛功夫念到这里是纯熟了。啊，在这个净宗里面讲，你是根熟众生，这决定往生的。啊，那我们还有缘分。啊，我们迟几天走没关系。啊，希望大家看的这个好样子能回头，这样就好啊。啊，为什么？众生跟我们是一体，不辜负阿弥陀佛，
普度众生的大愿呢？这个我没有想到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天，帮助阿弥陀佛戒引大众啊。啊，这个工作做圆满了。什么叫圆满呢？你住在这个地方没用处，大家不相信，那不听你这一套，那就缘没有了。哎，这个时候可以走了。啊，还有一个人能相信，啊，能发愿，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啊，为这一个人呢，我也多住几天呐。啊，一个都没有了，可以走了。啊，那没有多住的必要了。对，因无限要懂得。啊，那我们今天发这个愿，真诚的愿，恳切的愿，非去不可。那我告诉你，你今天修这个殊胜的因是圆满的因。过去生中修的少啊，你这一念就补足了。所以法无定法嘛，可增可减嘛。啊，如果对这个世间一念贪着，哎，还不想去的话，你那个因马上又少了，又减少了。那个一念头恳切的话，立刻就增加了，加减乘除啊！这不是定法了，不要怀疑啊！大概我过去修的殊胜因少啊，没有人那么多啊。你也常常想这个，越想越少。为什么？念头嘛，一切法从心想生嘛，你明白这个道理啊？不要有负面的思想。有负面的思想，你就堕落在负面；有正面的思想，你就提升成正面。记住，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没有先后，没有多少，那一念坚定，圆满具足。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谁搞清楚了，谁明白了。啊，信愿成就，他就具足了。啊，而且往生品位，善导大师说得好：四徒九品，总在于语言不同。你看这句话说得多好！啊，与过去修因有没有关系？没关系啊。总在你这一生遇缘不一样啊，你要遇到的缘好啊，有善知识，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讲明白，你一下就提升了。我们今天遇的缘可不得了啊，啊，佛法在中国几千年呢，人家都没遇到。什么缘呢？下莲居给我们汇集的这部经，民国年间才搞成的，这个缘多殊胜。五种缘以本的集大成，肯定度化末法九千年的众生，就靠这个本。啊，第二个，遇到黄念祖老居士。你看做这个注解做得多好啊，这本注解做完了没多久他就走了这个缘是稀有难逢啊！啊，我手上还有一本
夏老居士最初汇集的那个原本，他这个本子修改了14次，成为定本。第一次那个本子我手上有一部，我已经请台湾同修给我们印1000本，做什么？做纪念。你看看老居士最初的那个分的是37品，我想大概他是用37道品。用这个数字37品，这最后的这个定本分为48品，和阿弥陀佛48愿。早年慈州法师，这是跟夏老同时代的人，曾经在济南用夏莲居最初那个汇集本讲过一遍。还有科判，这一份科判黄念祖老居士送给我了。现在我印1000本呢，把这个科判印在前面。科判是慈州法师的，汇集是夏莲居的，保存他原来的面貌做个纪念，很难得了。我们遇的这个缘呢，连印光大师都没遇到，不容易，要珍惜。读到这个经，看到这个注解，才完全明白了。现在再加上这些科学家这些报告，怎么一对照，真的不是假的，具足坚定的信心，恳切的愿望。人家无始劫以来修的善根，我们可以在一天当中全部补足了，这一念就补足了。不要羡慕别人了，我们可能还超过他了。这都是真的，不是假的。现在人讲心态，佛法讲心念，这个力量真的是不可思议。科学家说了这么一句话，人的意念可以能够动摇山岳大山呢，有这么大的力量。这个话我们相信。所以念头要纯，念头要真。经云：“王修甚行无有边，今获神通也无量。”我们的神通就是通到极乐世界去了。不要小看自己。再看底下第八段，佛正穷，佛正穷者，为佛正果穷极也。就是你成佛了，你所证得的，就是你所明了的，达到究竟圆满。故三觉圆明，六通自在。乘法界性说圆满经，这个圆满经呢，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也就是《大乘无量寿经》。《无量寿经》跟《华严经》是完全相等的。《华严经》细数，《无量寿经》是略数。内容完全相同。这个经佛说的。
啊，三觉圆满，这个三觉是自觉、觉他、觉心圆满。啊，阿罗汉证得的是自觉，菩萨证得的是自觉觉他，但是没圆满。啊，到佛是真正圆满了。啊，这三觉圆明，六通自在呀、啊。啊，天眼、天耳、他心、虚命。啊，神足漏尽。啊，得大自在。所以称法界性是圆满界啊，讲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理事因果性相啊，跟我们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经云：佛住甚深真法性，所留圆满修多罗世也。啊，十玄门，在一切经里面，只有华严经有。啊，其他经没有十玄的意思。可是，净土经有，无量寿经有，弥陀经也有，这真了不起啊！啊，我们看莲池大师《弥陀经疏钞》，就是《弥陀经》的注解。啊，莲池大师用华严十门开启来讲解《弥陀经》。啊，所以这三部经呢，古大德称为大本、中本、小本。大本华严，中本无量寿，小本阿弥陀。啊，这三个是一部经。怎么是一部经呢？一个方向，一个目标，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啊，看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个参访的德云比丘，他修什么？他修净土法门。这很重要啊，不能不知道啊。啊，我们中国讲人先入为主。啊，善财第一个老师出来参学，第一个老师净宗法门。啊，专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啊，最后一个你看一头一尾，最后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到归极乐，那善财学什么？善财肯定是专修净土法门。啊，那五十三参呢？五十三参是为了随喜功德，广度有情。啊，所以什么法门他都涉猎，啊，他都明了，都通达，一点障碍都没有，想学什么就跟你教什么，啊，最后直归净土，就显示这个意思在里头啊。啊，你那个法门修了有障碍了，不能成就了，你赶快回头，你走这条路子。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啊，这是善财童子给我们所做的榜样啊，给我们所做的证明啊。今天
时间到了，这个后面还有两段，明天我们接着在一起学习。